蘭姨啊，你有冇吸煙嘅習慣㗎？以前有，不過早幾年戒咗咯。蘭姨啊，電腦掃描顯示你肺部有腫瘤，而且癌細胞已經擴散到淋巴結，做手術嘅風險好高，治療嘅效用亦都唔大。加上你都就嚟八十歲，正如你所講啦，年紀都大啦，身體未必承受得到，所以我建議可以試下用藥物控制病情。咁咩都唔做，仲有幾耐啊？系啊，我知啊，但系 CT 我已经做咗啦，我而家做 MRI 啊，咁你最快几时？喂喂。